母亲节就要到啊，西丽顶下南里举办温馨的庆祝活动，为你来妈妈阿妈准备康乃馨鸡卵糕，各用各类方式，请示说为家己的妈妈红茶甲西卡。来请红茶。今日是说徛伫咧家己母亲的头前，为因红茶甲西卡，面对辛苦车养家己大汉的母亲，大家拢是充满感恩的心。用鼓励的方式来表达因对妈妈的爱，也让所有的妈妈和阿妈拢真感动。哦，真欢喜！哦，阮囝真友好。哦，阮囝真友好，新妇嘛真友好。查某孙啊孙啊，大家都友好。你真好命嘞吼！我真好命。今仔日咱母亲节的进程吼，来办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庆祝活动，啊，用红茶甲西卡来表示咱子女对着。咱啊，妈妈的这个孝心甲感恩吼，会使讲非常有意义。啊，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吼，我代表咱馆长，代表阮馆副，祝咱啊所有咱馆内所有妈妈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！西丽镇下南里趁伫母亲节来临之前，举办了简单的庆祝活动，并准备康乃馨甲鸡卵糕来向所有的母亲说多谢，也希望大家爱多多关心家己的妈妈。所以，咱即马做今日时势会记哩吼，咱的老母呢，啊，即马母亲即马年纪有较济，所以讲伊即马毋是饮醉思源头，叫做食了较济岁，要摆卡头就对啦。所以，咱今日时大家爱较友好一点哦，关心咱的四大人安尼。啊，你一定要真用心呢，嘛要鸡卵糕。特别来给咱的礼来，咱这个时段呢，咱这妈妈们呢，特别给咱庆祝母亲节吼。妈妈真的很辛苦吼，平常时呢啊做事啊，带咱的囡仔，啊佮带咱的孙啊，所以呢，伫咧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祝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活动佫有表扬下南里来110年度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夫妻，因除了是感谢大家肯定佮爱护，也真欢喜家己的囡仔拢对因真好。真欢喜啊，有啦，啊都安尼。做咱做这代志哦，我真感动啊！阮李厂算讲对阮这迄个吼，大家这老人拢有真照顾，吼、哦。今仔日阮才有这个机会讲，甲阮提出讲吼，阮该去，互表扬一下安尼。哎呀，啊都要真济。大家三个囝拢足友好的啦，哎，啊，佮新妇嘛拢足友好。咱拢知影，母亲对囝儿是些爱，是上伟大、上宝贵的。透过活动，也希望来提醒所有的事实，随时感念妈妈的辛苦，并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。记者柯恩信采访报道。